哥吸烟的 X 显示。哇哇，好豪华的感觉。医院，这是你们没有猜错，这就是宠物医院。宠物医院哦，那听成心理了。啊，其实没事的。对呀、啊，加油。嗯，那这次我们是要给宠物做护理吗？给宠物洗白白。洗白。这次会有猫和狗什么的出现吗？应该会有，我觉得。老师好，老师好。老师好。老师好。欢迎大家来到女王宠物医院。今天的话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给猫咪做一些日常的梳毛护理，以及跟它们的互动。好厉害，它叫拉姆，你们可以先尝试摸一下它，感觉一下。摸耳中人，摸一下。对呀、啊，这里我这里这猫叫汤姆，它这是最近它，哇哇，你们看它眼睛，它在反光，它眼睛。毛发摸着好舒服，来我也摸一下，来摸吧。哇，好爽。你摸到了吗？猫的毛的话跟狗的毛是有区别的。质地跟狗的毛是有区别，然后它们的表面会分泌一种油脂，然后摸着的话会更光滑一些。哦。我今天先给大家讲一下大概是怎么一个梳理方式。嗯。通常情况呢，我们需要就是说先用这种排梳给它就是梳理一下，把它的毛发给梳通。不痛吗？不痛。你梳头，它会觉得很享受。来，老师你在中间，这不方便这。然后梳了，然后梳通之后的话，就可以用这种抓梳，然后给它梳得更蓬松一点。哇，好痛啊！哇，这声音。不怕，这个不会梳到它的，因为它毛比较厚，比较长。哇，有多厚呢？好调皮哦。你不调皮，来，你上来，我来给你梳毛。来，上。啊，还是让老师。猫的话没有狗那么老实，有时候。不老实，你比我老实多了。是吧？对。狗更活泼一点，你们要不要也试一下？不要太上心。好。成了微标杆了。真是可怕。啊！痛！你把人家高贵的毛发梳成什么样子了？他盯着我看。他已经爱上你了。你可以给他梳下巴的位置，他会更喜欢。下巴。把头改养一点。养一点吧。他不会咬我吗？很难说哟。他只会这样。对。然后你平时可以用手去抓一下。哦，我来试一下吧。那他我要挑战一下。我劝你还是小心一点。哪里需要小心？你不要骗人家好吗？他要抓你了。他的爪子，一根就要十块耶！来，你们来试一下。没。哇，按毛。哇。来，我教你。我怎么感觉是我在教你呢？他会抓我吗？现在很浑身了，等一下就马上变成脏。见瓜酱。你来自哪个国的鸟？他不理你。哦，可是你是谁？哎，你救谁？哇，好棒！那丁真心，你也试下吗？这个又不会碰到吗？啊，这个我可以的。那你来吧。看我不动，他就碰我。给丁真心玩了。嗯。他比较怕，让他体验一下这个乐趣。哦、你看，哇我一弄他就会这，说明我有魅力。什么魅力？对猫有奇特的魅力吗？我要挑。还有魅力。好了、啊。我不见得有。现在，他现在有。人家还小。也不要教坏别人。好小啊！你看我的。他这个还有兴趣。哇。他还是小树。哇。他。
饿了吗？这是。有猫的话，它会对那种活动的东西比较感兴趣一些。来，我们握手，握手，握手，握手。我知道怎么抱。刘德清，你用手摸一下吧，不然的话会很遗憾的。嘎嘎，让我来，让我来。这样摸了。这样。真正摸一下。不，刘德清的抱放在肩上，他可能会觉得喜欢一些。抱住两个。啊，对，下面抱后面，抱前面，就像抱孩子一样。对。哎呀。熬大师。还有吗？来来来，进来，再救一次。传递乘二，让他站在上面之后，你再慢点啊。好，先抬着他先传递给我。哇！刘德正都好，快说吧，黄麒麟很享受。猫，哦，他要去那边。哎，我发现这只猫，它快跳了。哎，你放下来吧。专业抱猫十多年，你越怕它越紧张。哎，你先别走，等一等哈。拉姆，你要记着我。来，喝喜酒的时候要记着我，请我来喝喜酒。刚刚已经被绝育了，怎么办？什么？我听不懂，好专业的名词。他现在是为什么要绝育呢？为了避免以后一些疾病。我原来家里养了一只猫。Hello， 直接把它提起来嘛，就像我刚才这样子，一下子提起来。就是从这个位置上这样子，把它举起来。哦，哇，好棒！我更喜欢你了，我都 OK。好棒！好可爱。我这里有个肩膀去。你像我刚才。孩子，你妈已经。好。啊。销魂，大成那个喵的表情是一脸不乐。再来一张，耶、yeah ！好，你去，好。后期帮我 P 一下，他已经没有抱起来了。先去休息。他要睡觉。哼。先去休息吧。对。以后我们常来看你哦。你要我教给你一个人生哲理，丁程鑫啊，不是。丁程鑫是最帅的。不。这是不可能的。丁程鑫加最帅等于。敖子义，敖子义的敖，跟你说了，敖子义的，你要让猫听懂你说的话，你得学猫。好，你先让它去休息吧。没有，拜拜。老师再见。老师再见。See you。值得体验的 X 也是猫，猫是喵，挑战成功。我是一只猫，小猫咪。呀呀哟！我有一只小猫咪，我从来也不骑。台风娱乐，一家因打造了风靡全国的偶像组合台风二十一而一举成名。这家名不经传的娱乐公司借此机会也准备大举布局国内娱乐市场。一场娱乐圈的腥风血雨，眼看着就要被台风娱乐给席卷，但是。突然有一天，纳尼，衣服怎么大了？小狗谁呀、啊？你是谁？我们的 boss 呢？你一个小屁孩，还敢摸我们 boss 的衣服罢了？你又是谁 ？boss， 你到底是谁？你们两个小鬼再不出去，我就叫人了。小陈，敖律师，过来。小秘书，小来，我的员工怎么像你们这么可爱啊？可爱 ，boss 居然说我们可爱，难道是
这么大逆不道的事情，真的好刺激啊！我口中印尼啊！你们两个美男子到底是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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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回事？难道是这个宫保鸡丁，我们三个都吃了，然后就晕过去了 ？Boss 说的太有道理了，肯定是这个宫保鸡丁。呵呵哒，都说了今天吃锅包肉了。可是这里明明写了宫保鸡丁才好吃啊！我们一定要查出真凶，看看到底是谁要对我们台风娱乐下手。开个娱乐公司真的好难啊！好的 ，boss。难道我们没办法上班呢？班还是要上的，我们的艺人还等着你出策划案呢。相信在 boss 英明的带领下，我们一定会找出真凶，找到解药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好好工作，报答 boss。看到这里，你一定很奇怪，是谁把台风娱乐公司的人变小了？他们为什么不去找送宫保鸡丁的人？他们为什么不回家？他们家里有没有老婆？总之，你一定觉得故事充满了各种 bug。不要紧，后面还有更多的 bug 等着你。You have your way, I have my way.As for the right way, the correct way, and the only way, it does not exist. Bye, 尼采。Boss, 不好了！你知道，现在全公司，我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你，十有九次都是这句话。那我让小陈来给你说。我宁愿让小陈来，他有什么好的？别墨迹，说吧，让我这脆弱的神经再被你炸一次吧。Boss， 您说对了，就是粉丝炸公司了。那你给110打电话了吗？好的 ，Boss， 我马上联系。哎，不对 ，Boss 不是那个炸。您看，是网上现在彻底炸锅了。那这一次炸的理由又是什么呢？是这样的 ，Boss， 新的代言人小雨比琪琪的鞋跟高了0.8厘米，台词星星比其他人少了4个字，星星鬓角的上翘角度和小雨雷同，而琪琪的微笑则露出了10颗牙齿，竟然比其他人足足多出了2颗。这还是什么小问题？这便是致命的错误，我说过了，要平均，要平均，高了0.8公分，什么概念啊？放在手术变成是你要切的阑尾，结果呢？你切成小肠了，少了4个字。Oh my god！ 像莫扎特的音符，莎士比亚的文字，哥特和弗里德，威廉莱布尼茨的微积分符号，少了4个字，还能成就他们吗？还有什么鬓角的角度？我说过多少遍了，一定要用三角形的。函数去认真的计算，你们有认真的去计算吗？还有琪琪，明天带他去医院，把他的那2颗牙给我拔掉。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。小陈呢？小陈给我叫过来。好的 ，boss。是的 ，boss。boss， 听说您又动气了。唉，没办法不动气。唉，习惯就好。动气对身体不好。刚敖秘书给我说的事情，我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鬓角的角度，觉得3x3不行，还有圆周率嘛。所以呢，我们得招一个新的造型师。这事儿就有必要拜托你了。好的。你好，我叫 Kevin，K-E-V-I-N， Kevin。这是我的名片。我们公司对造型师的要求很高，你先来说说我的造型。你，长得白白嫩嫩的，长相我打9.5分，衣着。
零分，明明可以靠脸吃饭，李娃却想靠实力啊！他竟然一眼就识破了我实力派的本质，不过我一定不能让他这么快就通过，光这样说我可不能招聘，没有没有其他才艺。大哥，你是选秀还是招聘啊？少啰嗦。 Topping Hip Hop B-box 这些都不算。那推拿、按摩、挖鸡眼、拔火罐算不算？不算不算，都不算。哎呦，死不想混了。哎呦嘿，小兄弟还有两副面孔呀，先把那个给我关掉。不过听你的才艺也不像是个小孩子。索契都斯奇，哪天我躲在你们公司楼中，你懂得起。我们那些搞艺术的经常是饿一顿饱一顿的，我得实在没得办法了。我看到门口堆了几个宫保鸡丁，剩的还有点多，我想都不要浪费了，然后我都吃，吃了都昏了，醒来之后都变成那副样了。我去了几家公司，都说我未成年不要我，好不容易打听到你们也是遭下了药，变小了我才来的。好了。好了，不哭不哭啊，乖，你被录取了，明天来上班吧。来到点了哈，明天见哟。来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新同事，他叫 Kevin， 大家掌声欢迎。大家应该也知道，我是吃了宫保鸡丁才变小的。等等，我突然发现了一个 bug。 什么 bug？ 我怀疑我们变小的原因就是他。啊啊！他来应聘的时候说吃了我们公司门口的宫保鸡丁，他怎么会这么巧出现在我们公司门口？他又怎么会吃下我们公司门口身上的宫保鸡丁呢？肯定是其他公司派来的惊喜。我想我们变小的原因不是因为吃了宫保鸡丁吧，肯定是被什么黄蜂战衣之类的高科技变小的，所以凶手就是他。老板，我请柬已经做完了，我该走了。行吧，你走吧。哟，这里怎么还有一份宫保鸡丁呢？我吃了。嗯，好吧，吃吧。都看着我干嘛？我的声音，我的语文没有了。来，掌声欢迎我们公司的新成员 Kevin， 我们一起携手共创我们公司美好的明天。
送上了。